今天我们要做一项实验，我们要看酸雨碱。这里我们有柠檬，先挤出它的字。下一个就是草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上一集的所说的卡拉卡拉。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说的 grapefruit。 来测验那些酸雨碱的，酸的，再见喽。